我找木耳了，来。我没有给钱，你会怎样吗？我们没有现金，我们去采了那个香蕉。香蕉，好，哎，香蕉我们岐山的特产哎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去那边为了这件事情。你是说你不需要的意思？你不需要是不是？好，哦，你看起来很热，对不对？来，很热。这边有大海的。姐姐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是，这是我们刚刚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它是焦香豆腐乳，那很有诚意哎。姐有兴趣吗？可以跟你交换吗？来来来。